我叫罗比，是一名侦探。这世界上所有事件的真相只有一个。不过今天是周末，不谈工作了，我一定要充分享受假日的轻松啊！多么平静休闲的一天。罗宾侦探出大事了。很久不来了，这里还是这么乱呀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罗宾侦探，你得帮帮我。我嘿，孩子们，孩子们，你们到底是来找我有事，还是来拆我房子的啊？冷静冷静。没办法冷静啊，罗宾侦探，因为我最重要的魔法图鉴不见了。魔法图鉴啊，就是那个传说中由大魔法师卢尔、亚瑟国王和圣龙骑士用上古的精灵魔法石制成的魔法图鉴吗？那可是整个王国独一无二、相当珍贵的东西啊。对，那是我一直随身不离的宝贝。冰了冰了，昨天下午我们外出游泳，将它放在教室里，结果它就不翼而飞了。我们认为它是被人拿走的。魔法图鉴被盗啊！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在我眼前发生。OK， 罗宾调查模式启动。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还没喝完早茶呢，我先拿饼干填下肚子吧。没有发现脚印之类的痕迹。这也许是经典的密室事件。密室事件？密室事件指的是在看似不可能有人进入的现场发生的事件，通常毫无线索，完全不会有物证了、目击者了。有目击者？那你不早说，在哪儿？就是他们在回教室途中，迪莫和呆小鹿跑在我们前面，所以在一瞬间看到了可疑的身影。你们看到了什么？迪莫完全听不懂。迪莫是说也就是说，迪莫和呆小鹿看到了一双大大的蓝眼睛。罗宾，他们告诉我你在这儿。孩子们，你们怎么和罗宾在一起？还不都是因为洛克把魔法图鉴丢？讨厌，对本公主这么没礼貌。院长，你找我？我刚刚接到了宠物农庄发来的快信。昨晚农庄里小奶牛差点被人抓走，而管理农庄的人只看到一双大大的蓝眼睛。又是大大的蓝眼睛。根据我侦探的直觉，对方大概就是……看，一定是偷走魔法图鉴的那个家伙干的。喂，洛克，这下可怪不着我了吧？洛克，魔法图鉴怎么了？
院长，其实我一不小心弄丢了你交给我保管的魔法图鉴。那就危险了，洛克。当初魔法图鉴选择了你，我才将它托付给你。如果它落到坏人手里，要是有个万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错了，不过我会把魔法图鉴找回来的。我相信你，洛克，请你跟罗宾一起去宠物农庄。嗯，走吧，孩子们。知道对侦探而言最珍贵的是什么？那就是时间。有情况，有情况！可莉，你有没有什么发现呢？可莉，可莉醒醒！女孩子熬夜会变得不漂亮的，别吵我睡觉。哎，这两个家伙真是的。不过罗宾侦探，你太厉害了，从傍晚到现在，你好像一点也不困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职业侦探呢。我还以为职业侦探到处转悠转悠就能抓住罪犯的证据。侦探可不是那么轻松的工作呀，哪怕只有一点线索，也要全力以赴，才有可能抓住破解谜团的机会。那么，会抓到干坏事的那个家伙吗？当然，如果对方锁定这里当做目标却没能得手的话，一定会再次造访的。嗯，看来那家伙已经来了。快，对方出现了。啊！哎，行动吧，去抓个人赃并获。大家一起上，保护小奶牛。啊，那是什么啊，洛克？没有魔法图鉴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根据我多年侦探经验，应该是一只恶魔系宠物。我们最好当心点，不要去直视它的眼睛。哇，多美的眼睛啊！让人忍不住着迷。是啊。别被诱惑了，快醒醒！轻点儿。要是伤到我精致的脸蛋怎么办？好险，幸好有罗宾侦探你在。不过没有魔法图鉴指导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对付这只宠物呢？别急，你们好好看看，也许我们要对付的并不是他，而是躲在他后面的人。啊，他并不是野生宠物，他是有主人的。真相只有一个，幕后的操纵者就在那里。晚上好，几位。又是你们这个发疯族。错错错，我们这是威风族。别弄错我们引以为傲的祖名，威风族。本公主才没有心思记住这个破名字呢。看来那是费德的宠物呀。根据我的推理，骚扰小奶牛，窃取魔法图鉴，都是你们指使自己的宠物去干的吧？那又怎么样？费德，快把魔法图鉴交出来！哼，洛克，有本事你自己来拿呀！魔法图鉴是自己选择主人的，你拿了它也没有用。用你管！迷迷眼！迪梦，洛克，以前你都是靠着魔法图鉴才能取胜，没有了它，你将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那就试试看吧。眯眯眼，让迪莫尝尝厉害。大哥加油，洛克加油，迪莫闪电冲击，迪莫，眯眯眼，抓挠。眯眯眼，就是现在，迪莫，迪莫，魔法图鉴代表着我全部的梦想，
我希望将宠物都收集到我的魔法图鉴中，成为最强的魔法师，守护那些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和事。嗯，我才不信你这是鬼话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成为强者才是最重要的。继续来战斗吧。魔法图鉴，咪咪眼，恶魔系宠物，得意技能是暗之诅咒和抓挠。明白了，迪姆，迪姆，准备战斗，闪电冲击！啊！我们快逃！走！别忙着走啊，你们得跟我到格里芬院长面前交差才行。冰梦，冰梦，谢谢你，罗比，你圆满地完成了我的委托。别客气，院长，这是侦探的本职工作。你们也干得很好。好了，我得处理这几个淘气包的问题。是微风组。我宣布魔法图鉴事件的调查到此结束。远古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沉睡的精灵记忆什么时候苏醒？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，现充世界的正义魔力在你心里。探险路上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，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